长，掌声鼓励。是的，马上为我们摸出几张呢？三张啊！哦，这只大娃娃可不是随便乱给的哦。欢迎处长，欢迎处长，再次掌声，谢谢处长，耶、yeah ！好，来，三张哦，到我们中间。处长来，我们舞台中间给。哦，抽出的第一位是，第一位就是我手上这一张了。来喽，请大声清楚念出来，我看一下，吕丽文。有没有在现场？什么国中？新埔国中。有没有在现场？新埔国中的吕丽文第二声。有没有？哇，人真的太多了，要怎么看？好，如果有的话，请马上火速奔到前面，让我们先公布第二张。丽文小朋友有没有？再来呢？没有，好，那我们就直接这张就作废喽。那我们直接再抽第二个。好，第二张是。我们热烈掌声，谢谢廖处长摸出来三个奖。中山国中，谢谢中山国中的蔡佩林，有没有在现场？就是你了，有没有？哪一个？我们在呼喊你的名字。没错，他的名字叫做蔡慧林，有没有？第二声，蔡佩林，出来一下，就是你了，鼓励一下。没错，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，我们罗斯。来来来，快快快！快点！如果你现场就暴走了，三秒钟没上台就重缺吼，三吼二吼一点五，一点五，谢谢你，恭喜，给他掌声鼓励一下。厉害啊！从来没有一个节目是直接把奖品带走的。再来再来，再来再来，这我们就直接算第三位，因为我们很厉害。好，我们抽三张就是抽三张，好，好不好？哎呦，甘源国中，甘源国中。甘源国中的甘源国中的同学，请听好，是不是你的名字喽？把康纳斯特，怎么了？我讲错了。康纳斯特，好，没有关系。康纳斯特，原来大家在笑我。好，来喽。蔡新云，有没有在？有没有蔡同学？有没有？甘源国中的蔡同学，你在不在？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主持人很好，还可以拿到一支坐骑。喂，啊，那边吗？恭喜你，粉红色背包的妹妹！恭喜，来来来，上台上台。等一下，我让你选，你要给我骑过的还是没被骑过的？你要我骑过这只还是没被骑过那只？没被骑过的，来来来，很好很好，谢谢你。好，蔡同学，谢谢。那接下来我们呢？我们就介绍，再介绍一个贵宾，好不好？灯要亮，掌灯。就是我们这个光荣国中杨校长，看到现场，掌声欢迎。给杨校长来给我们鼓励一下，来来来。好，请杨校长讲。杨校长，常董，然后校长，然后庄敬高职的所有小朋友跟所有老师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。今天的场合让家人感动。在国中的校长看到哥有这样成长成绩，很不容易。那祝福所有同学有很好的表现，有很好的未来。国家希望就靠你们，因为你今天表现非常棒，祝福大家，谢谢。谢谢。哇！我们热烈。好，再一次热烈掌声，谢谢杨校长。谢谢。谢谢你。好了，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个团体。各位如果有看过《百万大明星》哦，大家一定有看过吗？小燕姐的节目，有没有？小燕姐，好好好好，她呢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团体，哎呦，就是我们庄敬 ATC。没错，我们庄敬 ATC 呢，就是我们的 Breaking 地板。是的，而且呢，庄敬 ATC， 你看，技压群雄啊，把非常。